你拿枪对着歹徒了，为什么不开枪？当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好人的人对你施加恶意的时候，有些人下意识的反应是真正的会怀疑自己。 是夏沫的心理医生，是夏警官，你有严重的妄想症。他是带着恨奔着海川来的。你从来没想查过海川是不是？你是沈宇和沈海洋的帮凶。 也让全海州市人都知道，当年就是那个刘小兵放走了海川的凶手。我真的很想夏沫能快点成为一个正常人。夏沫，你在哪儿？请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你一定有什么证据。你在说什么？